你叫什么名字？秦生生。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会去神龙寺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坐的地方是个算命摊，我只是去求了一签。那准吗？过去的准，将来的我不知道。你是我古的青面修罗。我们做刺客的怎么会知道自己的将来呢？孤苦飘零，几许风云盼天晴。你是怎么加入离恨谷的？我爹娘从小便抛弃了，是离恨谷救了我。朝花如烟，雪花飞逝奈何天。我和他没什么关系。浮萍随水，终得英雄一夜醉。我该走了。饭团在，我也在。害怕缘牵，不忍分离人世间。你不把铜片交出来，我就在他的脸上做些改变。风花雪月不过前世今生缘，一段风月一句言，泪人笑心中间。我看到就想到我的前生。我不像你，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我叫我走边走，我求你求你别求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为什么会在神龙寺巧遇？当你假扮花夫人的时候，你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女儿？你应该是太岁和天后的女儿，你跟着我就是想看一看他们会变成怎样。对，我也一直知道他们就是赵闯和花夫人，你一定也猜到了，我也是故意被柴康抓回你身边的吧。这场雪会过吗？你从未曾改变。